这是欧洲区的胜者组的比赛啊，正式进入到了2000年后的选手的一场大战。你看这两张脸多么的稚嫩。对，克莱姆对雷诺啊，一位法国的人族小将和一个意大利的虫族小将新主宰雷诺。那什么叫小将，已经变成天王级人物了。对，克莱姆也是在今年得到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啊，也是现在可以去挑战雷诺和 Zero 的一个位置。对，你们觉得这两个选手都很小，但是他们打出来的这个实力比很多的老将都要强得多得多。对，2002年的选手这两个都是。来看这今天的比赛吧，反正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就会知道这些人有多么的恐怖。这些小我跟黄哥其实都没看过，因为这个比赛是昨天凌晨3-4点看的，是吧？3点多开的吧。感谢赤小兔，感谢赤小兔多年陪伴的两个兄两个飞机啊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啊。但是不，我们没有节奏啊，不要想多。没有节奏，没有节奏，我都告诉你们两个字嘛，鬼屋。但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们就不聊了，没啥好聊。是的。如果明天有什么进展，我们再聊啊。是不是？不，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种事情的，有没有进展？有没有进展，其实跟我们也没关系，这种。是的呀。说老年人不掺和这种年轻人的这种夜生活啊，跟我没关系。嗯，好，上来是干扰一下，稍微干扰一下。这个克莱姆的后期是打得非常的好的，嗯，他可能是现在 TVZ 后期打得最好的选手。雷诺为了不打黄金墙，直接把黄金墙搬了，林肯打潜水艇都不打黄金墙，因为克莱姆在黄金墙上基本上就没输过。克莱姆应该是欧美现在非韩现在最强的人族选手了。我觉得他知道这个 TVZ 我感觉要比李平南强。他的 TVZ 我怎么感觉比韩国人还强啊？我们比韩国人强可能还没有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韩国人那种底蕴，知道吗？不，就光从 TVZ 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我觉得他跟韩国人已经没什么区别了，甚至他的后期打得比韩国人还要好。但是他的TVP 跟 TVT 还是差点意思。嗯，TVZ 已经非常厉害了。克莱姆这个脸上真的只有四兆是什么意思啊？只有四兆，你们刷，你们换两下就好了呀。我推的是十兆的流啊。脸上就充满两个字，就是专注，真的专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推错了，我想起来。好了，有十兆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推十兆了，我重新推了。刚刚我按错了一个东西，按成四兆了，现在已经换成十兆了啊。过一会儿就变十兆了，你们不要慌。上来反正克莱姆还是选择的一个就是火车女妖正常打。嗯，哎呦，那么骚气啊，证明手很热啊，这个。没损失什么血量啊。嗯。过一会儿就有了，我先打开了，他过一会儿你要让斗鱼反应一下的呀，是不是嘛？不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用户就是爸爸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满爸爸就直接说了，不用妈的，不用说。已经是十兆的流了，他就算显示是四兆，他也是十兆的流了，因为我已经感谢想吃孙哥家墨鱼仔的一个飞机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这边上来强吃一个女王。哎，操作很漂亮，就抓机会能力很好。对。找机会继续往前压。就克莱姆这几波的这个操作，我感觉就压迫感十足啊，非常足啊，压迫感。直接护着往里走，但雷诺的狗操作也不错。嗯，雷诺狗操作很好，这个。他这个女妖就 H 在这边的，反正你这边没有防空嘛。哇，这都窜进去了。但没用了，穿进去两个，杀伤力不够了。哦，一共就杀了三个女巫，四个还能还好吧？还好还好还好。
好，两个女要了，那至少再能可以再搞。他这个战术有点像以前吕布的套路。但他的压迫感非常足啊，这两对。哦耶，这个加血加的很及时啊，哎呦，没死，没死就行了，这个东西。但前期的这个克莱姆的压制啊，导致雷诺其实在军坦上已经有点铺的运营有点不顺啊，运营有点不顺。但问题也不算很大吧，反正该铺的也铺出去了。别刷屏啊，兄弟，知道打得昏天暗地了，别刷屏，别刷屏。女妖也没骚到四基地，至少是没逼退，所以对雷诺来说也无所谓。嗯，三角的这个四基地其实开的还是有点慢，六分钟才开的。他本来的话，至少，就如果没有压力那么大的话，5分40秒估计就会开下去了。嗯，雷诺第一波已经在路上了，非常的快推进。把两个女妖修一下，待会儿在正面还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战力。推得很快，就是7分钟这一拳是非常标准的一拳。卡一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、啊。其实这个时间点就是 Clam 比较强势的一个时间点。对，雷诺这个时候要反手包一波这个坦克，只要包了就行了。对，但 Clam 这个枪兵其实新闻机打的有点太多了，但操作是好、啊嗯。点漂亮，没什么失误、啊。两个人这一波交换都可以接受吧？其实也没 Clam 本身也没打到太多东西。我靠，这得都要斩小便宜啊！都想的是，感谢邱老，现在我们也是避不过的一个飞机。感谢兄弟啊 ！Clam 的 TVD 就是比较擅长比这种小规模的一个，他主要我觉得他的压迫感非常足。对，不管是前面，对，一个死神，一个火车，然后在这一波第一波7分钟的压制，压迫感都非常足。对，但是他防好像忘记点。我蛮佩服雷诺，其实哪个地方都有反应。年轻呀，真的每个地方都有反应。克莱姆是忘记了点那个两房，对，忘记点两房了。女妖基本上骚扰也结束了。雷诺的整个运营扩张军坦都保持的非常的快，但第二波克莱姆的推进可能就会压掉他的很多军坦了。而且雷诺的这个打法，你看现在已经开五矿了，五矿六基地，这个暴兵如果给他两个基地好了之后，这个暴兵会无限的这个给他爆起来了，就非常的恐怖。这是克莱姆第二个强项，就这一拳，8分4秒这一拳，他这个时候有两个坦克，他坦克点我是觉得克莱姆扎针有点太凶了，扎的。哎，对。对吧，他虽然操作很好，但他扎针真正扎的有点太凶了，但散是散的非常的好的。雷诺换家，顺便换家，直接换，感觉有点换不动、卡位置卡得很好。对，这个地方再打一炮，这边两个人在抗压。我靠，这可能也不管了，就往前点拉开，枪兵阵型很好啊，这枪兵阵型。对，他就是保持一定量的枪兵在前面输出，然后后面反正我有大量两个人都在双线抗压，这边稍微是没有拉开，但兵还是很多。可能对，他主要阵型站好了，其实都可以。但雷诺还有很多兵，各种的在等你出来，你只要进来我就跟你滚。那散的已经很开了，这个地方。对，可能家里面处理完家里面了，现在就跟你换就完了。对，家里面咱一处理完，稍微续一会儿，后面的兵又来了。好，走，点毒棒有没有点毒棒？哦，他直接收了走，收了走了。他哇靠，这细节可以啊，危机感非常好。看这里一颗雷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好，继续卡住这个位置，然后后面的兵就会续上来了。压得很快啊，刚才这几下。好，继续保持压力。房子稍微慢了点，但问题不大。两攻已经好了，马上两房也好了。对，雷诺现在主要是如果纯用狗头爆换的话，压力是很大的。而且他还有带着多线，其实对于冲突压力真的挺大的。哎，雷诺直接包得很好，包得很好。克莱姆散的也不错，看坦克，哇，操作漂亮。哎呦，就直接把毒包点掉了。妈的，每辆坦克都是有灵魂的。哎，真的，现在的这些人组的操作也真的是就是。
随时随地开战，他都做得到坦克点读报，然后枪兵全部散开。五矿在被压，这节奏很快啊，压上来，雷诺小狗已经解决不了了这个问题。就你每次再来读报，看怎么散，这不敢上啊。十六能怎么杀了？已经没得打了，这地方。这你一被克莱姆撕开一个缺口，你的运营暴兵就会跟不上。对，当然也是这张潜水艇这张地图 TVZ 比较好打吧。我摸着良心说，如果这个就克莱姆如果现在跟西瓜打的话，妈西瓜被会被他拉死，拉的想死好吗？就是扒了你妈妈妈都不认识，不要跟我说西瓜基本功好，跟克莱姆比起来，西瓜就等于是个没有基本功的人。不，这克莱姆暴兵有点厉害，稍微拉几下就没了。家里面雷诺不停的想换家。其实我觉得克莱姆最屌的就是他正面处理好的情况，家里面也能防得住，这个是最屌的。李佩南可能这种换家换两波就乱了，就第一波换家可能就乱了，嗯，可能没有克莱姆防得那么好。这面已经无所谓了，就滚的已经很不错了。对，已经无所谓了，GG。GG。克莱姆给的压力很大啊，第一场。那要是鸟哥打雷诺呢？你妈，那你们说会怎么样？鸟哥不会出门的，你放心。鸟哥绝对不会被换家，因为他不会出门，出门就被滚出的。为什么要换家呢？我们往前拉一点呗。啊。游戏时间1分09秒。等等啊。好了，你继续说，我2分06秒，你先说着吧。嗯，2分06秒对吧？2分06秒，妈，我不可能再往这个拉一下很长的，我靠！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 ，OK。好了，这是双方第二场。现在整个的欧洲啊，美洲已经不算了，美洲的选手现在完全被欧洲的选手覆盖了，因为。美洲现在的一些比较强的选手，比如 Major， 比如 Gage、Nibo 这些，包括七行士这几个选手，这四个选手现在跟欧洲的这三个人打，就是雷诺、Zero 加上 Clamp 这三个打，其实都打不过。还是因为年纪大了，这些人。对，美洲这边没有太多这种就是天才级别的选手出来。怎么说呢？其实这个。激情是还算是现在美洲比较强能打的，算是一个。哇操，这种都要强行吃，哎，这个已经够低调了。这个军台铺的那么后面，他就吃，他的压迫感非常足。这个就对自己操作非常认真，雷诺自己都笑了。对，逆步现在不行了，逆步，我不是黑逆步，真的不行了。自己都打笑了，刚才这下。就如果说从潜力来说的话，现在至少在欧洲，我觉得这三个人在未来的这个一年内可能会统治整个新一针吧。你今天不要跟我说什么吕布、马入、什么 Dark、Rogue 这些，我觉得这些人里面，首先吕布明年就要服兵役了。也就马入我觉得打他们是可以打的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年纪小呀，一个马入，一个 Rogue， 这两个人是有机会能够跟他们三个打打的。雀普你们就不要说了，这个我不是很信任，虽然我就认为他雀普很强。没有，我其实很期待东拉姑打克莱姆。年纪太大了，东拉姑。那是他年纪，管他年纪多，他 ZVT 猛呀。一个是 ZVT 猛男，一个是 TVZ 猛男。对不对？他们两个如果在没有延迟的情况下交一次手，我觉得这场比赛非常精彩。你们说李培南其实跟这几个人比起来，我刚才说的几个人比起来还差一截，真的还差一截，还差一点。这个我很能够体会到，就他们就刚才那场比赛，我很能体会到李培南上场打的话，他跟雷诺打会打成什么局面？稍微差一点。我非常希望李培南甚至其他中国选手能够很牛逼很强，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吹他们，对不对？那实的确打不过，那有什么有地方不足，那我们还是要说出来的。好了，这边穿直接穿，
多线，各种多线压制啊。感谢老仙来我交货期来不及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兄弟。雷诺防的也不错，问题也不大。对，没有乱啊，而且他这个是属于那种双线，这个压力其实要比想象中要大。雷诺分女皇分的不错，你看他的这个进攻路线就很好，各种的绕，就搞得雷诺还是有点乱的。这几波多线，不停的在绕，压力给足了这两波。对，干了不少小便宜，女王都不敢上来。再重新绕，这个绕真的绕的有点好。但雷诺包也可以，这狗分了个三线包，对，还是可以。算了，不绕，其实也还好，狗死了很多狗，损失稍微大一点。但是雷诺，我们看农民已经补到了63个，这运营也是爆炸了。嗯，只是压力太大，他四基地没放下去。不，这个骚扰，我告诉你，很多虫族都会不适应的。哇，雷诺直接开始包火车。克莱姆这盘并没有出这个坦克啊，而是很快的一个两全兵的一个压制。感谢球奶 FJ 和 YZW 不能在一起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啊。这位置投得很精妙啊，直接可以打这个血池，打血池应该被打掉，强硬打，但是可以有毒爆，有毒爆打不了他。哦，这个没有拉开，有点失误啊，雷诺。他可能没看到的克雷，我说这个雷不当长雷呢，对，他这颗雷可能没看到，因为他包这种感觉就是明显没看到的感觉。对，把自己清军坦，克莱姆还是压得很凶，下面的军坦基本上已经被清完了，就像上面那波军坦清的怎么样。他主要是这个我看出来他的这种控军坦的能力是很强的，他很清楚你的军坦在哪个位置，要我要怎么去控。后面第一波已经推过来了，再控女王全部打死，还有一个女王，火车已经到了，火车侠好快呀、啊、干了来了，脸上要跟你干了，这个怎么感觉雷诺被压着干啊？这边军坦可以再清一波，你没这个感觉吗？真的是被克莱姆压着干，看操作。雷诺现在很尴尬，毒爆速度没有提，压力太大了刚刚。对，这个就被无限操作了，有点危险，这波有点危险。我觉得打死倒也不至于吧，但是这样来回拉扯，其实雷诺很亏，不一定被占便宜啊，亏的一笔。Clam 的 7VZ 的风格啊，我看下来，哎，还有空投毒爆，哎呦，雷诺竟然还，我靠，还有反应，我只能说雷诺在这个时候还能分毒爆去空投，真是个人才。不，这刚才那波空投毒爆让雷诺缓了，至少缓了口气，缓了口气，至少五秒钟。这两口气缓的还是很重要的。你看这几波，这投了过来之后，你看 Clam 的冰淇淋就没动了，压不动了下面。他也套到家里面，先把这个。我哎，那我换句话说，黄哥，以后，那如果说。以后你打的时候，对吧？你也不要去投毒爆，因为投毒爆我怕你操作不过来。哎呦，你就空的房子过去，对吧？你就变个那个空投房子，空的房子过去，让人住荒就好了。不然我装四个毒爆，我掉下去，我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不行吗？那也可以。不，首先跟我打的那个水平的人，他未必反应得过来，我肯定装四个毒爆是划算的。那你好像也是啊，对吧？你不能把我的对手拔高到这种顶尖人族，你妈的，哦，过去他就反应过来了，我假装我还吓吓他，说不定我假的过去他都没看到。就你高估对手了，如果按照我的说法是。是的呀，你这么搞半天，你投过去做了半天表情，别人都没看到，专心操作正面，我靠。好了，下面继续猜。
就克莱姆，其实我跟你说克莱姆的风格啊，我看了很久，我觉得他 TVD 风格其实可能会很像碧云。对，就这种小规模作战。我觉得克莱姆对于军坦的控制真的好。对，小规模作战，然后这种拉扯快节奏，对吧，这种对抗就特别像碧云的这种风格。他小规模的这个作战，但是他的这个操作特别细腻。对，嘴巴架开，雷诺已经被压傻了，好吗？感觉他妈打有排山倒海的感觉，就是一路往前无限压呀。这种是虫族很绝望的，被前期全场被压着盖。两个 BB 不能倒啊，这两个 BB 倒了，那在攻防上会落后很多啊。现在人族这边已经两攻两防了。你说以前的韩 T 都是这种风格，那对吧？就是很有韩 T 的这种压迫感啊。韩国的人族选手就是打得非常的凶的。那怎么克莱姆被压的怎么四矿都开不起来、啊、不是雷诺吧？啊，雷诺，对啊，雷诺。那说明克莱姆你看都两百人口了，这暴兵真的太厉害。现在雷诺就希望于用第四啊来猥琐住现在这个局面，慢慢把四矿开起来。那已经没给他猥琐的机会了，这个局面其实已经基本上是输了。嗯，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克莱姆没有太多能够打这个地刺的东西，他把自己光头续上来。然后感觉雷诺要放弃了，虽然他用地刺还不停的在 hold 啊，但是四基地根本开不起来啊。他开不出矿，对，他开不出矿，这兵力差距太大了，直接强点地刺也没几个，我靠！我靠，已经点顶在脸了。现在军坦就是我家的，打得那么嚣张的，现在这不就当年韩 T 啊？就跟你说啊，就马猪啊那些，不是以前都是这么干的吗？就上军坦去跟你干。二比零，这雷诺前两场被克莱姆压傻了，好强啊！感谢求老仙奶 YSY 工作不顺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啊，往前拉一点。这两个解说已经疯了，我靠！往前拉。第三场我拉到了三分钟，三分钟啊。游戏时间三分钟是吧？两分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八、五十九，三分零一二 ，OK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场比赛。嗯、第三场上来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，开矿跑基地的一个开局啊。雷诺应该是选择的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三开，正常三开。克莱姆这边也不太敢上去。不，这个克莱姆的 TVZ 就是他的整个暴兵这种压迫感，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提高的，就是军坦不是军坦，是那个扎针扎的稍微多了一点。对，扎针的确有点多，稍微多了一点。他如果把这个东西再忍住，然后再稳健一点，那真的他可能会变得更恐怖。不过我话说回来啊，就是雷诺就跟克莱姆打的话，在就雷诺和 Cero 两个人里面，我觉得 Cero 打克莱姆面更大，可能更加简单一点，因为 Cero 的打法跟雷诺不一样，雷诺是对攻打法，对攻打法其实在防守上不算特别的好。对，但 Cero 不一样 ，Cero 是你过来打我就防守，他守不住了。这个对，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基本上就等于我能够打防守反击，但雷诺不行，雷诺跟你对攻的。就这种从两个选手风格来说的话，可能 Cero 更加适合于打这样的一个人族选手。那对攻好看呀、啊！啊，对攻好看是吗？年轻选手就喜欢对攻，对攻才好看。其实有很多场，就 Clam 打 Cero 都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就穿了，但就是捅不穿。对。这盘选的是两船兵啊。它是一个就是跑一下火车的两船兵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，就是我先三基地开了，跑两个火车，然后选择一个五分大概二十几秒三分钟五分半钟左右的一个两船兵。这两船兵稍微慢一点，但是可以打你的基地。对，欧洲区这个最后的这个败者组是雷诺打 Cero， 然后胜者去打 Clam。 我觉得如果
Zero 如果今天就战胜雷诺的话，那我估计 Zero 应该这次能拿冠军，还是 Zero 冠军。本来我们有点打不过 Zero。哎，那也要看状态。哎，那倒是。Clamp 这个 TVZ 打疯了，妈的，我觉得谁都挡不住。这一场雷诺其实做了一些改变啊，他的这个读爆速度相当的快。读爆速度，包括这个穿狗的这种感觉都做得不错。对，相当快这个读爆速度。这两个人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打，我就感觉妈我在看英超，妈球永远在天上飞，你知道吗？这节奏快的一逼。这个地方他也不让你轻易的包啊，对包我就你看、哎、雷诺就是这种，就是你跟他打对攻，你压他打，他要想办法去包你，或者想办法去就正面挡住，再去 绕一波狗去换你家。对 Zero 就不一样了， Zero 就想着怎么去正面防好，他不太换。对，一个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打的节奏也没那么快，他这种风格已经形成了。这一盘雷诺的整个运营就不落后了，而且 Clamp 这样打的话不是那么容易顶进去、嗯、但是 Clamp 还是在攻防上是领先的，这波带火车侠的还要看操作。好，又从后面包过来包，对，这就是雷诺，这就是为什么雷诺打 Clamp 好看的地方，这波包抄可以说是很完美啊。对，这波包了 Clamp 虽然跑了，但是这波进攻如果压不住，那你就永远压不住可雷诺的矿了。对，这波其实大概包了 Clamp 三分之一的这个部队、啊、这一塔都要去点，哎呦，中了，中毒爆了。 Clamp 这个操作有点太大胆了，我靠，这样的卡位置啊，其实你说他的，你说不投下来嘛，也就不投下来，我去别的地方投下来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他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你保持压力，而并不是说我这样我哎我一走，那不就让你一点压力都没有，随便运营的嘛。我就一点点兵搞你两下，你也很烦。操作很细腻。好了，选择直接是解放地雷的一个打法。这个从。就雷诺这套出三本出地刺的打法是他最擅长的一种打法，而且这套打法跟别的虫族都不一样，他这套战术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。很多的人族选手都倒在这套打，包括马路。这个打法面对这套打法是特别厉害，对，没有什么办法。其实我尝试学了很久这个打法，但我掌握不了他的反击的时间，就防守我是知道怎么防。但就掌握不了反击的时间，就是什么时候该就兵力成型了，该可以反扑了。王哥啊，算了，你掌握不了，兵爆出来 A， 打不赢啊，就兵爆出来。哎呦，这个解放者架得很妖，反应也很快，三个农民就反应出来了。这个打法其实主要不是靠，你就不能出很多刺蛇，其实你主要还是靠赌博，狗赌爆，第一次是慢慢攒的，就先攒一点，再攒一点。然后攒到突然有一个时间，第一次飞蛇刺蛇，然后狗毒爆，然后直接就反击，就这个反击的时间点其实是很难把控的。打得多，其实就打多。对，因为在就是在前期你防守的这个时间点，就你这么防的情况下，哦，这个引的可以哦，这直播引的都可以哦，可以漂亮。就是你在防守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会出现就人族会猛开矿，你可能在你反击的时候人族已经有五片矿了。哦呀，哎，这两波遭的有点重啊。就但问题不大，但人族有五片矿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反击，对吧？而且很考验你反击的分兵。其实雷诺有这个能力，我靠，这个点毒爆点的军坛也搞不了。可赖不到这好快啊，我两个人这么两个人反应已经逆天了，就 Clamp 的节奏是永远在压，永远在开矿，就真的已经逆天了，这个太快了，这个真太快了。哎，这位置，哎呦，哎，没炸，哎，没炸狗，和炸狗就遭中了，这边还在搞，他也没操作，他就直接左边就打了，还是把基地摸掉了，这节奏相当快啊，这就是
克莱姆吗？压制的同时，然后把这个下面的矿全部都开起来。我就觉得他这个双线衔接的好快，就这边、这边来了，侧面马上就动了。关键两边都有操作，这个是很变态的。我靠！我靠！武圣传人关心你妈的，然后他妈受不了了，关心。关心其实还可以，关心还可以的，不算特别弱，没有他爸那么就那么神奇，而且关键是挂得太早了，如果挂得晚一点，可能也会成为很牛逼的人。关平，关心，关银平，你妈个鸡！真的，他除了扎针稍微扎的凶了一点，其他这种多线的节奏，现在在韩国的对抗里面都很少看得到的。韩国的这些人族选手都喜欢憋一憋的打。对，韩国其实打这些人族选手的打法都已经没有那么有激情。对，就这种打法，其实，在韩国也只有在就选手的初期，你才能看到这种打法，就年轻嘛，其实就是年轻打得非常的有激情，然后就喜欢多线对捅。然后在对捅当中来找机会，而并不是说有什么定式什么打你timing，不是的，就是我就是凭借操作压制，然后打出优势，各种游走。我靠，我就觉得他很敢上，你知道吗？这不就是曾经的马入吗？你妈个蛋的，真的很敢上。马入以前也是这么敢上的。好了，飞蛇第四出来，你光靠这个生化部队要打赢的话就很难了。散的很好，但有第四啊，打不进去。对，第四打不进去嘛，但散真是散的很好，就是一个敢字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敢，操作好呀，手迟早会断的。现在出飞龙啊，不出不了飞龙，因为雷诺这个打法就是注定了他是用地刺带狗毒爆的打法。对，这边要慢慢的转那个了，克莱姆要慢慢的转那个。而且雷诺在这个时间点，他三本科已经有了，他当然不可能再转飞龙。飞龙是在二，就你龙狗毒爆也是在二本的这个科技上来过渡的，其实。对，雷诺，你看他转型转着转着，他就要反扑了，然后他用地刺。他只要第四成型的时候，他反扑就是一个反扑，可能就是你一片矿。对，他第四躲起来的话，你什么行星要塞这种根本就无所谓，他只要架住一片位置，你就没法过来了。他为什么那么敢上嘛？他妈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操作好，为所欲为是吧？你妈的莫名其妙的，看着那么大一片毒炮，他也不管，就直接往上冲。操作好，兵多。雷诺现在是有101个农民啊。4000的收入，不，这个无所谓，因为对于雷诺来说，现在他还是以防守。还防守，他过一会儿他会把这个农民插成管子的，这样的话他就防止他多线被各种搞。现在地质只要架住一片地方，这基本上这片地方就属于雷诺的了，那人族的兵就不太好过来，到最后只能说去换家。但是克莱姆已经慢慢转出了鬼兵啊，这鬼兵打地质还是有奇效的。哎，家里面在打的情况，正面还在推，继续 build。他现在一定要 buil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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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因为 buil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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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地刺还好一点。我靠，他这种都要往里抹，我操！走了。这种往里抹，其实有点过分。解放者还有反应，我就觉得他很牛逼。还有反应，个狗逼！他 shift 加的。他的操作应该是非常简洁的，就属于那种，就这个地方一个 shift 就炸出去了，然后就不管。家里面应该在升解放者射程的，然后把基地铺满。他这个时候就是雷诺反击的时候了，这个就是很难学的，他这个就他一反击就是一片矿。看这个鬼兵啊，没用，他一个反击就是一片矿，这样打的话没有，因为行星要塞是扛不住他这种地刺乱出。好 ，biu biu biu。我有拉两个走，我靠，这个 build， 这个是现在人族选手来打
就来打雷诺这套地磁流的一个办法，就是出鬼兵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再打地磁。那得操作多好呀，这个。那没办法，这是人族选手现在大多数人族选手的一个选择嘛。哎，反正昨天我就用这个跟莉莉打的。然后我最后我就反击反不来嘛，然后最后我就妈的被他干死了。没有了，这把毒爆按满，你妈个鸡！就是你要打了一半就转型成为莽夫打法。不是，然后我就有点第一次把毒爆按满，你妈的不像雷诺这种他妈什么飞蛇啊这种啊，没有，你妈毒爆按满往脸上冲，我靠！不，但那是因为你操作不过来。操作不过来，然后你妈冲上去，你妈的，然后他就是个纸老虎。就是这么打的，我耍不来，你妈的就毒爆按满。我靠，莱姆钱一直很紧，钱一直很紧。代价，这个地质其实已经搞了很久了。对，搞得克莱姆有些不爽。但你看雷诺就两线不停的进攻，他不会让你经济舒服的。行要塞被打了之后，你光是这个指挥中心其实要防起来防穿孔还是挺烦的。我靠，两个人你把左打右打，现在就是这两个人已经打疯了，真的打疯了。拉一下，哎，凭什么你能够 A 的过去了？妈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干嘛操作就是好呀？他妈运输机都不带是啥东西啊？他卡位置。卡位置也没用啊，那么多狗。他们两个这开矿也开得太疯狂了，我觉得。就只要能够开，他们就开下去了。我靠，右边又来。关键是你来的同时，雷诺也在来，好吗？你把 OB 就很烦这种选手，你知道。反地逼打这么快节奏。啊，两个人开始对捅，但雷诺钱多很多啊。哎，这波有点亏了，这个地方 ，Ghost， 抱着不能死啊，死了就遭中了，没了，他也没有足够的经济了。还好撤回来了，主力够多还撤回来。但雷诺有足够多的钱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跟你召唤他也无所谓的。主要是你去打雷诺的矿，其实雷诺是能守住，但雷诺去来你的矿的时候，你就是有点守不住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反击的时候，他的带地刺、带毒爆这种东西，你形象赛是没什么用的。就乌压压的一片冲过来，然后如果你有坦克，他还有飞蛇来误你。哎，真的是快，两个人。有个行要塞，至少防守起来好多了。你捅我左，你捅我右边，我就捅你左边，反正两个人对捅。你说兵，你说多吗？其实也不多。三，没有隐形，没有隐形。没关系啊，他这样换你毒爆，你毒爆也不赚的。各种的在打，妈全部在打。雷诺其实被耗的也很伤啊，这几波被耗的很伤。这边矿应该被打下来了，这矿打下来对于克莱姆来说非常不利啊。对，克莱姆经济马上要断了。对。两个人不停的在互相拆矿。这你妈的确整个近期被打成了一锅粥，打的的确有点那个。好，这个运输机没了，要全倒。没了，因为 Clamp 现在矿有点吃紧了。对，雷诺其实你说起来，他的矿其实也很紧的，马上也很，双方一直在对拆。对，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谁如果冲亏了一波，可能谁就没了。嗯 ，Clamp 的韧性也是非常强的，就是你把我左边打了，我又开起来了，我左边再继续捅你，然后右边也是不停的控制你的经济。
又转出了大量的地刺，我觉得克莱姆主要是可能解决不了这波地刺了。不，地刺他肯定能转，你看他有3000的气，死点地刺无所谓的。对啊，就他还是可以转出很多很多地刺。我就是说克莱姆现在有点解决不了这波地刺了。对他没有，他没有前期的，他没办法再Ghost 没有那么多。而且其实真正你要说 Ghost 打地刺，你说效果真的很好吗？不，这是唯一一个比较好的。对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其实。对啊，你说去靠坦克打他那个。他那个那个叫什么飞蛇太克你的那个坦克了，修一下，这个修一下，不修了呀，这妈的真的，这个可以打可以打，第一次拆建筑也是很快的。但两个人人口一直咬得很紧，而且钱的数量上来说的话，主要是后期大到了后期同组有气矿之后，他的地址可以基本上无限坦克，就太怕飞蛇了。哎呦，这边被地刺戳了，克莱姆矿要打干了，被雷诺终于是把矿全部耗干了。嗯，你看双方这样的一个拆矿，双方其实农民数量都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数量。好，再三，我靠，这颗雷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颗雷简直炸了，炸了让人老命了，把雷诺菊花都紧了，刚才那波炸完现在赶紧跑过去，因为也没地刺了。对，雷诺克莱姆要趁这个时间点想再去拆边矿，但是雷诺的矿全部在下面，克莱姆没有办法一瞬间到下面去拆矿。对，好了，又憋出了一些地刺。现在这种地雷就很阴，我告诉你，对，莫名其妙埋一颗你可能就中了。你妈这种拐角你妈都是地雷，真的赢这里打不了吧，你来嘛。 Ghost 可以狙一下，但正面已经来了，又是一颗雷，我靠，就这种拐角。克莱姆还是很有韧性啊，左边也是慢慢的框开起来了。好贱啊，这两颗地雷，两颗地雷，哎，有反应，有，就对小地图非常敏感啊，牛逼牛逼牛逼！我靠，不大吗？这都还有操作吗？过了吧？操作吗？打的那么紧？过了，不打那么紧还在操作？又变了一大票的地刺，这个时候你就解决不了地刺，主要是打不动，然后你光靠狙，你不可能狙得了那么多地刺的呀。然后他地刺趴完之后，他的飞射其实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我靠，这几个地雷他引的有点细呀、啊，有点细呀、啊，这个引雷引的全引掉。对，没有。他破了北斗七星阵。下面地刺，现在就找机会推啊，找机会推到里面矿，人柱就没钱了。这两个人他妈的也太能打了，我只能说，真的能打，真的太他妈能打了。24分钟，关键他24分钟不沉闷，全在交战。对，这个比赛其实要比我操 ，Ghost 憋出来了。我靠，三地雷，我靠，地雷也没炸到，但层次感很好，刚才还在狙。我操，边散边狙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但是这边飞蛇过来开始拉了，没办法，这个是没办法的。这波鬼兵损失的非常的惨啊。但这个地刺解决不了了，要包个圆，没那个了，你没有那个 Ghost 解决地刺了，不那么多狗你包不了，包不动了，地刺只要趴到脸上 Clem 就没了。没了，就再这么打没了，因为地刺已经趴脸了， Clem 马上就断矿。这边矿还是断了，我操，那这个上面两边矿全断，那这样的话克莱姆已经失去了一个消耗 了，对，消耗的空间了，没办法，克莱姆在最后也是没有时间抽出兵来打这下面的矿。啊，这两个人真的打得真能打。克莱姆突然一下断矿啊，雷诺还有两片矿在踩。这种局已经不够了，你的 Ghost 的这个局的。对。
大势已去了，在上面那两边框完了之后，基本上克莱姆已经没有再耗下去的机会了。对，但两个人真的是拼了25分钟啊！妈，这才是 TVZ，不管你们认不认可、接不接受，这才是 TVZ。但这种 TVZ 可遇而不可求啊！不是，职业生涯少打，手会断得很早。挺好的呀，那他们不断，李平台怎么有机会啊？这你妈，我怕李平台打完也断啊！不，所有的职业选手，你要打职业，要成为最强选手，你都在断手的这个边缘在走，对不对？And I don't mean to say that it was like a bad choice because as long as he can keep him spread and running all over the map. 我告诉你，这种 TVZ 如果他一天打个波五，能打满五盘，这种 TVZ 他妈人真的没了。结束了，这个已经挡不住了，重海全部经济对重海已经挡不住了。雷诺的比赛就是有这种究极黑暗的感觉。你如果被雷诺打怂了，我就告诉你就不可能打得赢他。对。你必须要跟他对攻对 A， 对你永远就会被他就被他支配，就千万不要被雷诺打的就是你怂在家里面各种防守，你只要一防守雷诺就是全矿，各种究极黑暗往你脸上怼。1-2啊，这场继续，我们往前再拉一点，拉一点。好了，2分18秒，2分19秒，4小时27分52秒。等一下啊，50 19 20 21 22。等，我来说，你暂停啊。22 23 24 25 26，好了啊，有点以前马路的感觉，就是从头打到尾，很好看这种比赛。不，有点以前马路和 life 的这种感觉，在一个地方妈能打十几分钟。马路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手没断的时候啊，就马路没伤的时候，他也是那种上军坛跟别人干的那时候。这就是千锤百炼的极致吗？这你妈！真的年轻的天才选手打起来特别好看，但你看你就有一种那种，你看足球也是那种嘛，你就看那种年轻选手，妈的跑得飞快，我靠，身体又一脚趟的你妈大到天上去，然后他能追得上，就能跑啊，就是，而且技术也好。有种姆巴佩的感觉，这有什么那个多特蒙德那哥们儿，我操，就哈兰德姆巴佩那种，你妈的真的就是年轻能跑，我靠，有时候你就觉得不讲道理，那也没办法，他们就是那么牛逼。雷诺这边是绕狗了，直接抱了一波狗，绕了几条狗出去。但是我要话又说回来，就是你现在如果 Clam 上来，你要去跟 Dark 打，或者去跟 Rogue， 特别跟 Rogue 打，我不认为 Clam 能赢，因为 Rogue 到最后他的这种打法会让 Clam 非常非常的不爽。只要 Rogue 摸清你的打法套路，你然后就会很不爽。对，就经验的力量。你先说一下，我发个东西给别人。好。不是 ，Rogue 很善于寻找对手的弱点，然后非常的针对。这个只能等到防空好了才能走了。前期这个女妖，这个火车带解放者其实也搞得虫族相当麻烦，他火车不停的在绕。你女王在那里，我就再绕一圈。然后他火车不怕狗，他不怕你狗包，因为他的火车够多，他有8个火车，各种绕，找到机会就上去了。然后他也心里面有准备，就你狗肯定是在那边等我的。
some bits and pieces of damage, but not finding any just yet. The queens have been in a good position, and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those maps where it can be a bit harder to find the big dive in damage, just because if you don't find it at the third base, going up into the natural is a very, very risky maneuver, since it's up on a high ground. You don't want to die. Finding some nice damage in the main base, 因为他正面火车不停的在绕，所以说让雷诺的这个压力非常的大。雷诺其实反应已经很快了。为什么这个骚扰的战术是成型的？就是因为他火车多，八个火车狗的话，想要包八个火车其实很难，你要爆非常多的狗，然后利用火车来牵制你的这个女王，然后牵制完之后。解放者再去架其他地方，当你一切到你去管解放者的时候，你突然会发现对手的火车在你没有女王那一个地方出现了，这个时候你只能用狗包暗区，如果你包暗区没操作好你就亏了，所以这个骚扰其实压力是很大的。这一盘直接选择了双喷呐、啊，就一攻一防蟑螂了，这啥情况啊？这张图一攻一防蟑螂是有点厉害，就是打那个你三开的那，就是你开了片矿的时候，他直接展开一拳是有点厉害。我靠，这狗你妈的！我靠！哎，为什么他就拉得开嘛？我靠！你不要拉不开，然后因为我也是那个拉不开的虫子。对啊，就他看那根线看得非常准，你有这种感觉没有吧？把气矿秒了走了呀，不秒。也行吧，反正就在这个四光地方搞，就卡位置，然后逼你逼你的狗跟我枪兵交换。啊，这时候火车在绕上，可怜，不是买了没用啊，他又打不了联赛。这买了没用，你当年谈雷诺也是没谈下来啊，这两个人你都谈过，都打不了联赛，所以买了没啥用。凶是有点凶，这些人。对不对嘛？凶残了嘛，直接一波。他是防完了就直接一波，这个倒是没想到啊，这波。对，但是你克莱姆人口也不低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人口也不低。其实我觉得他这种打法，八分钟已经170-180人口了，并且一攻一防好了，妈这也很变态好不好？这个东西，你妈哎，这个运营黄哥，我不是说什么。你今天拿到那个国内来，不管打神族打人族，这个运营我觉得 A 过去都死了，你信不信？八分钟180人口、啊。对啊，然后有一攻一防的，那就死不了的，这怎么死的？很猛了，这个运营。但死不了，就死不了。妈的，他主要没想到他直接是一攻一防蟑螂。强行拖农民，这个居然挡下来也很伤了，挡不了了，他就没想过是一攻一防蟑螂，所以他没出坦克，他看到对方那么多狗，就觉得不可能是出蟑螂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说黄哥你也可以吗？我基本上做得到，但是你要明白前期你要有这种各种，不是你不要说有那么大压力，我是做不到的，你们打 claim 是做不到的，对吧？我打个菜点的人我做得到的，那压力也没那么大。对不对嘛？那你说打 claim 那么强的人，你前期就被穿死了。不，你就让我打一个普通的，比如打个5000分左右的人组，那我肯定是做得到的。那废话，我说不定做的还比他快。来来来，4小时40分52秒，40分52秒。等一下我，52秒对吧？等一下。50 51 52 53 OK、嗯、1分04 05 06、啊、对的、啊、我不是自信啊，没吹牛啊，真不吹牛啊。不，你就说没压力运营，那这我国内很多人都做得到的，这就是啥的嘛，对吧？七分钟不了200人口了也做得到。我觉得就是那个火车带解放者那个骚扰的那个路线嘛，思路嘛，啊，我感觉国内好像我看到的人族也就李佩南有这个思路，对对对，就做不到那么好，其他人没有，对，李佩南其实做他能做得到，但是呢、嗯、可能没有像克莱姆压力那么大，可能啊，这个是，对，不是七分钟爆得到200人口的，怎么爆不到了？没有压力，
也带攻防的呀，七分钟是报得到的呀，八分钟绝对200，七分半钟再慢七分半钟就200了。你们不要打问号，就报得到，就正常打，所有套路都可以报，就做得到，就是不要有那么大压力，你不要给他那么多，就正常的他，你就正常运营啊、正常运营，正常套路，就是。然后狗大概造12条左右，对吧？然后开始运营，然后不造狗呀，你们造啥狗呀？不用造狗的呀。啊，他刚才造了很多狗的呀。不，我就说正常打嘛，那么七分多钟是可以200人口的呀，七分半绝对做得到。爆蟑螂，蟑螂本来就很占人口的。我真没吹啊！一会儿我试个你们不信黄哥，待会儿试试看好不好？我试个你们看，我就 ZVP 嘛，我讲给你们看嘛，为什么做得到？神族有几个时间点，你出几个兵怎么防，对不对嘛？那除了这几个时间点以外，你就正常报农民报满了，直接按兵不就完了吗？你们真的太小看黄哥了，不是全真空时间就该有几个时间点，神族有几个兵，你该怎么防，你就正常防完了，你就把兵按满就完了，你就五分钟做，你只要你做得到五分钟60几个农民，你就做得到，就做得到那么快。黄哥用九阳神功绝逼能做得到。哎，其实你打的人不同，其实你正面的压力也不同。对呀、因为你面对的选手，你面对的这些选手，他给的压力更大。你是属于防不住，不是说做不到，是防不住。防不住，你被打伤了，你就做不到了。你稍微被杀几个农民，可能你这个就没那么快了。你就正常运营，你如果你正常运营，你能做到五分钟，你有60个农民，就五分钟你基本上就满饱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剩下的五分钟到七分钟这两分钟，你不就一直在爆兵吗？那你就一直爆不就完？你爆蟑螂这个人口涨得飞快，但你说有没有什么实战意义？那肯定是有的。但是你面对的对手就弱呀，你面对那种4000多分的，不就是你就这样爆就完了吗？那么七分多钟200人口 A 过去就赢，肯定有意义的。因为你如果说你面对的就对手他还骚扰你，可能你本来七分半，你只要防得住别人骚扰就行。但是你被人骚扰之后，你八分钟爆了200人口，你一样 A 过去，我觉得还是能赢。对，还是可以的呀。不，因为我的水平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水平只能打那种，比如说我打那种5000分左右的，那我是做得到这种东西。那打分高的，那你是做不到，别人水平也还不错的呀，对吧？你当然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个更强的，你比如说你像雷诺他们打6500的不也是一样吗？跟我打5000分有啥区别吗？不也就运营 A 过去就赢了吗？你看书本打那些5000。打这种六千多分的，那么书本也是运营一下 A 过去就赢了，都不用做细节的。就大家水平不一样，你面对的对手的时候就不一样。就书本看六千分的，就跟我看5000分的没有任何区别。嗯，有啥区别嘛？就他妈运营一下 A 过去就好了。这盘终于是用龙狗毒爆了，我们来看一下龙狗毒爆打怎么样。龙狗毒爆其实反而我觉得雷诺，不，我很想看看他的龙狗毒爆神龙。神龙打克莱姆真不好打，哎呀，这女王死了！我要打克莱姆真不好打神龙，我也觉得不好打。哇靠，这有点极限啊！这加血，他这边又来了火车，这个火车带解放者压力真的挺大的。不是，他主要用的好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对，就是火车用的好不好，就是他的这种什么神出鬼没的有点。就你说雷诺没开视野吗？他也开了视野的，这种就属于这种人族，因为我自己不打人族，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怎么做到的。我真服了，你解说个比赛和云玩家去争，哎，算了，得跟云玩家扯。我操！飞龙出来之后，但是 Clam 也算防了吧，好像没打到太多东西。飞龙没打到太多东西。嗯，看克莱姆怎么来防这个飞龙啊？这个里面可以看一下，学一下。
其实我真觉得，就雷诺每一盘他对于军坦的控制相当好。啊不，那个克莱姆，雷诺每次跟克莱姆打的时候，军坦其实在前面的七八分钟其实铺的并不会非常好。但我们说雷诺军坦已经被压得很伤了，七分钟根本没铺出去。那么多兵，这个给的压力真的有点大。飞龙没机会切啊！那么多兵，他这边你敢信？这飞龙没机会切啊！你飞龙要至少憋到十六条之后才能切。而且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火车，其实他火车一直在这边绕，就怕你龙狗，对，就怕你龙狗去换三矿。其实，好了，多换三矿就去再换三矿了。绕了一下，对，但这一下无所谓，他有兵可以防守。其实如果是龙狗的话，其实这个就没有问题了。但飞龙刚才应该去三矿那个地方跟狗一起绕的。这边过来的话，毒爆速度也好了。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克莱姆最强的时间点，就是他拉扯的时候。在里面操作也很细啊。我感觉雷诺的飞龙没有机会切啊，这个真没有机会切。哎，偷一个坦克，但压力还是很大。他狗也绕不太动，他的狗绕全部绕出去了。他要包，他要包，绕不太动，包直接带火车侠，有火车侠。哎，转了波，哎，转了波，兵后面兵赶到，还是压力太大了给的。雷诺现在很危险啊，被压的。嗯，连用两个坦克也到了，他飞动去接坦克了。你等于变了第二波毒爆，你才能够打。那这个矿四矿放弃，对，四矿放弃也就放弃了，因为你的五矿已经开好了。他不要着急，他给的压力够大，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拿飞龙出去切。对，飞龙一直要在正面防守。不是，我就觉得首先给压力大，第二他正面真的敢打。对啊，就敢操作嘛，这个肯定，哎，不敢打就没压力了。你要这样想，那倒是，要不然你都不敢打，你在那里架着，你在那里晃，老子再不打你了，我就换你家去了。真的敢打他这个，只要敢打就有压力。你说飞龙有什么机会绕出去吗？也没机会啊。你这个局面如果龙狗绕出去的话，他马上就推你三矿四矿了。哎，这个位置啊。拉开坦克点毒爆，哎，没机会啊，这个、进不去。雷诺其实找了一次机会包，这个位置只能包，他从通过那个加速的那个地方直接包过来。谢谢狗哥的摩天能和幸福卷啊，感谢狗哥。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说起，上一次我们两个挂的时候，就是你妈跟狗哥你妈在喝茅台，我靠，在你妈日料店喝茅台，人都傻了。啊，这边飞龙还是点掉了坦克。雷诺虽然挡得很辛苦啊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切这个飞龙出去。主要是军坦被一层一层的往这边清，一直在被给压力，他这个飞龙就切不出去。因为打了打，你会发现雷诺还是看不出四矿。对，他给的压力太大了，就每次都压得到你四矿，你永远在搬家，主要是打的。你说现在如果。你说雷诺龙狗毒爆这波去包强行去包克莱姆的兵是可以包的，但损失很大。你看这包完了，你第二波怎么办？很损失很大，你敢包就损失很大。对啊，你第二波怎么办？他第二波又出来了。还有，我发现克莱姆的运输机也很多，这个点跟李佩南还是不一样。哪点不一样吗？就运输机多呀。啊、对他不停的运输机，这个是。好了，这边直接再顶，主要是没军坦呐。这个顶的太，就是他顶过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已经架好位置了，你这个雷诺才冲，那你就肯定是没法打。其实整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，我认为雷诺的这个飞龙根本就没有起到骚扰的一个效果。到现在为止啊，你这样冲，你永远都是亏的。家里面飞龙在搞三矿，那你现在才搞，才切出来搞三矿，那早其实早可以搞了，压力太大了，抽不出来。你搞一搞，其实克莱姆也会停顿的。他应该强行搞的。克莱姆这边继续推，还是开不出四矿，四矿没有安稳的踩过。
你就只能继续搬家了。终于是把飞龙切出来了。不，克莱姆扎针是真的有点夸张扎的。嗯。这个地雷也一直没清啊。嗯。一直克莱姆的部队一直在地图中间游走，而且兵力越来越厚。对，他是两坨，这个是很恐怖的。兵力越来越厚了。第一坨兵跟你接触的时候，你感觉好像要打赢了，后面又接了一大坨。我靠，这后面你妈的这啥东西啊？后面是？不，他两百人口，两百人口。这两百人口怎么得看起来也太威武了吧？这个。而且你在这种军毯外面打克莱姆根本就无所谓。雷诺这场不好打，你们要包，你只能说现在去换家，换不动了，你四换永远开不出来。对，现在只能去换家，他就龙狗换家，对，正面就用毒爆来守，还有点机会。如果正面冲，肯定没机会的。但冲哪里感觉对方的兵都很多，就绕换家呀，龙狗去换家呀。其实克莱姆兵也是两百人口全部在正面的，飞龙现在已经在家里面洗劫一空了，已经。但他正面新出来的这些机枪也是能够守一会儿的。对，这个时候其实人族那么多部队过来架好的情况，你就应该是龙狗去占出兵点，出兵点占了，然后再慢慢的用毒爆去跟人族正面去消耗，这样才有机会。其实雷诺早就应该去的，他就打得太刚了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克莱姆只要推不动的情况下，你就该去换家。对。你像克莱姆现在正面其实是没有怎么推克莱姆，而且每次推他永远是在没有军团的地方推，他不敢上军团，因为他这波部队他也松不起。但其实整个局势还是很紧。好，这边买地赌爆，再勾再勾，他其实可以勾一下呀，没有必要让大家勾啊，勾下来呀。哎呀，打！哎，这把雷达救了命，没有这把雷达。他可能都不未必是想撒这个地方，他想撒前面军坦，有可能是。这个有点。但不过怎么样，救了一命啊！雷诺又是绕了一波狗出去。早可以去绕了，龙狗都去正面别飞龙了。哎，这飞龙好像被吃的很伤。操作有些失误了。验过拔毛。家里面绕了六个。你找龙狗去，对不对？找龙狗去，早换下来了。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换出兵点，你还要带点毒爆去破口。只要出兵点坏了之后。他刚开始早去的话，可能正面已经崩了。我觉得就这种龙狗的话，对吧？这种龙狗的话，我觉得 Clam 应该是打不过 Zero 的。Zero 打得比他成熟多了。对 ，Zero 换的早，思路更清楚。对，到底对我是觉得雷诺的龙狗打得并不是特别的好，他的第四那套是打得特别好。龙狗呢，打的主要是有时候会上头，他打的有悄悄的埋了一波毒包啊，这里。不，克莱姆不会上来的，他永远在军坛外面跟你干的呀，对不对嘛？你这个时候其实抽出去之后，然后跟他换。这克莱姆家里面，你说兵多吗？以前也没多少兵的，你只要肯抽出去就行了，带个十几个毒爆，然后全部的狗带过去，龙狗毒爆直接换。妈的，然后正面就穿了，我靠！正面怎么穿？正面至少再留个二十个毒爆。妈，刚那么紧的节奏，他留得出来吗？要包太刚了，打得太刚了。妈个，这真的刚，我靠！真的刚，多你妈的！哇，克莱姆这个阵型把控也有点牛逼，各种的兵往前冲。机枪啊，怎么那么多兵啊，克莱姆？点坦克，点不动回我。而且他很注意你这个，就是冲下来然后找个地方埋地的那个地方。对，雷诺一直想用埋地图包阴克莱姆，没阴到。这波打完之后，雷诺转身经济上面有点。克莱姆这个后续的确有点快。雷诺再一次马上接上来了，接不动啊！这飞龙数量也不多，现在他又续了五条。你看，克莱姆永远都在军团外面，你看到没有？永远在军团外面，那也是你就很难受。也是他压的好的原因。对，我靠，这几号掩护农民走。雷诺已经快不行了，已经，逐渐有点体力不支了。
也不叫急，就打这个局，对这个局面已经逐渐断矿了。这 Clamp 这盘其实也没怎么用地雷啊，就纯坦克机枪打成这样。对 ，Clamp 的特点就是绝对在这种局面下绝对不上军坦。让我看了一下 ，Clamp 打不过 Rogue， 打不过 ，Rogue 用 Rogue 他绝对打不过。对，针对一下。Rogue 的龙狗打 Clamp 这种选手，就打的比较粗的啊，这种什么搭针乱搭的，我觉得 Rogue 的龙狗可以把 Clamp 玩到死，就左调动右调动，左调动右调动，然后 Rogue 正面把你滚了，然后你家里面也穿了，他绝对打不过 Rogue。哎呦，这个结的有点，飞龙没到，先冰到了，我靠，十面埋伏。妈飞龙被包惨了，这你们哪里都有兵。这 Clamp 怎么会爆得出那么多兵啊，我靠。哎，还是我跟你说，还是一个原因，就是运输机有点多，所以他扎针也是可以补得回来的，扎得起。对，扎得起。对面大概有十几个运气、啊、哎，他今天运气真的也有点好，是有点好。不，他可能不第一下是可能运气好，但后面几下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你有埋地毒了，所以说他攒。我都看一眼。他，我就我感觉你要阴我，或者我要往前走的时候，我先撒把雷达，这个是纪律性吧？我觉得。哎呦，这个操作你妈的！反正我就发现雷诺这盘每次都在军坦外面在冲，你发现没？他没有军坦呀。他也想在军坛上冲的呀，包还是包掉了，但是包下来也不赚呐、啊，对，也不赚，包下来。他每次在这种空地的时候，他都会撒一把，免得对他走，他决定要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会撒雷达、嗯。这个绝对不是运气啊，这第一波肯定是运气，但后面不是的。对。哇，这死妈的这种压迫感散的也好，你这种狗毒爆过去就是亏，是的，怎么打都是亏到最后。哎，雷诺现在来说的话，才两攻两防，对面已经三攻两防了，攻防已经有点吃紧了，矿又掉了，雷诺没钱了，要被饿死了，机器了，他四矿没有好好开过，嗯，妈这场比赛打的不容易啊 ，Clamp， 3-2，赢了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。现在欧洲区的这个四个名额也已经决出了，雷诺 Sero 没有，只有三个名额了啊，三个名额，就是今天晚上就 Sero， 今天晚上2:30 Sero 打雷诺，有四个名额，谁跟你说三个名额？四个名额呀、啊？哦，我是四个名额，哦，你说出现对不啦？对，出现四个名额，还有个 Moreno 的嘛？对，两个法国人族都已经出现了。对，好吧，那今天这个复盘就复到这里啊。今天晚上我们不会转播，因为晚上太晚了，2:30才开始。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这次的。